看你安尼，我也唔敢。啊，不过你看，因为头拄仔意外，你拢无法度去应酬啊。即摆手又搁包干安尼，可能连穿衫拢会足无方便的。若真正去耽误着你的工作，是变怎？去河一边，我联络过啊，伊会体谅啦。而且我是靠头壳吃饭的，这袂影响到我的工课。若准讲真正耽误几工，又该安怎？等到会当趁这个机会，家己好好报答咱的家。咱的家，听起来就梦幻的，敢是真实了？哦，会听到是真实。啊，不过我伫遮为病医对你回来，什么拢无查。老弟，你的心有查就好啊。只有你彭安琪伫咧，这个家才是上一个真正的家，你才是上重要的。你敢真正无咧要紧？我迄个复杂的家庭，要甲我共同组织一个咱家己的家。我若是要紧，就袂甲你带回来啊。天空白总算让我拄到你啊！只要你莫把我手放开，我嘛绝对会把你砍掉掉的。你把我打死，我拢袂放手。彭启明，你这个心头吧。已经完全给我掌握了，接下来我要让你试看看心爱的人给人唱戏的痛苦。这是你说的哦，我不但会把你砍掉掉，还会把你黏掉掉哦。不要紧，我介意，我让你黏，一定要黏好掉，黏完。